好了，各位百丽广场的朋友们呢，怡宝百丽广场的朋友们，我们即将第一组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哦。所以呢，通常一个惯例就是呢，在还没有开始正式登上那个高桩之前呢，我们的行师团基本上都会对他们的手头上的所有器材啊，包括就是狮头狮尾啊，全部东西进行一次测查。当然，就是在开始之前呢，也就是为了评审们呢，就是沟通他们要做的动作，还有很多一些比赛上面的事项。所以呢，每一次在比赛之前，他们都会确定就是把现场的安全，还有就是他们要做的那些全部东西呢都检查好啊。那这也是呢我们在舞狮的时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，那就是先检查，先确定全部东西都妥当了以后，全部人都知道了以后，我们才会正式开始的哈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来自关丹建造行武术行师团，他们的表演主题《雄狮翻山越岭，傲视天地》，请进场。
请裁判准备。裁判请亮分，一号裁判8.6，二号裁判8.8，三号裁判8.45，四号裁判8.75，五号裁判8.65，六号裁判8.8，七号裁判8.45。成绩报告，关丹兼招行武术醒狮团获得的分数8.45分。接下来第二支登场的队伍来自雪州斯莱安洪德体育会龙狮团，请做好准备。